您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一流的师资，实用的课程，全新的培训方式，最佳的学习平台，精心传授管理经验，全面提升管理技能。时代光华管理课程，真诚创造成功。西方的管理模式为什么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如此缓慢？中国企业管理突围之路何去何从？中国人，中国的企业还需要用中国式管理，但其核心到底是什么？睿智、理性、高屋建瓴，曾仕强教授管理研究最新成果《中国式管理核心体系》首度发布，欢迎收看《中道管理》。曾仕强教授，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，历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、交通大学教授等职，现任中国式管理研究院院长、时代光华教育集团高级顾问。他长期从事管理实践，致力于中国式管理研究，被誉为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，中国式管理之父。主要作品有《中国式管理》《管理思维》《中国式管理成功总裁的三大法宝》等。员工为什么有时抱怨？只要员工感觉到不平，他就会感觉到他自己受委屈。一个人受到委屈以后，他就想要报复，要申诉。探究不安，要注意小事和细节。所有的不安你都不要放过，因为小小的不安会变成大的不安，少数人的不安可能会感染到多数人的不安。我们对大安、小安、久安、暂安、时安、虚安、重安、寡安，大家都要好好去探讨一下。让少数人相得到好处，其他人不必有不平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会推，我慢慢有能力会推到所有的人，只是有先有后而已，不会说绝对的有绝对的没有，不会，大家就有信心了。否则的话经常是抱怨，只要员工感觉到不平，他就会感觉到他自己受委屈。一个人受到委屈以后，他就想要报复，要申诉，不管申诉也好报复也好，都是不安的，都是制造不安的。我们第一要项就是大家观念要慢慢把它拉近。所以其实讲老总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，就是有事没事把部门经理拉来大家谈一谈。在台湾很多老总的办公室都有泡茶的茶具一整套的，下班之后干部不会马上走，都会到老总的办公室，然后大家泡茶聊天，建立共识，顺便打小报告，是顺便的，不是专门的。因为你总会谈今天很多事情嘛，让老板完全了解公司的动态，他才知道怎么做决策。老讲一个老总不知道，我们是动态的，不是静态的，公司绝对是静态，绝对是动态的，不可能是静态的。同样的人，他的想法会变，情绪会变，同样的物他还会变的。你看气候不停在变，东西不停在变，什么东西都在变。面对变化，我们应该有些不变的原则，不是说变我就跟着变，那通通乱掉了，那整个都乱了。用变来变是最糟糕的，我们现在都在讲用变来变，我们高明的地方就是用不变来变，这个两边会兼顾到。我们部门有什么不安跟部门谈，整体有什么不安把相关单位都找来一起谈，员工的不安让干部去了解，老板的责任是看干部有没有尽到责任，而不是说我告诉你怎么做，那都不对的。任何单位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去解决，这是最上策，我们只是旁观者清，看他这样合理不合理，不合理我们点他说如果你这样做那后面这问题怎么办，
他就懂了。然后他回去在他们内部的去商量，只有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最乐意去遵从。我记得就很重要，人对自己的决定他没有抱怨，人对别人的决定最后一定是抱怨的。你看都是你的，都是你叫我这样做的。你会想中国人一到不愉快的时候都是骂人的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，我们一定把责任推给别人。可是你自己决定你要推给谁的，你要推给谁的？最高明的领导是让他自己决定，而不是你在决定。所有的不安你都不要放过，因为小小的不安会变成大的不安，少数人的不安可能会感染到多数人的不安。我再讲一句比较明确的话，做一个老总千万记住这句话，任何风吹草动你都不要放过。因为当他很维系的时候你比较好处理，当他很激烈的时候你很难去解决，你已经很难。所以要调整就不必改变，不调整必得要改变。你看我们开车的，你会发现路再平路再直你的方向盘还是要动，不会开车认为你在动什么，动给谁看呢？路那么平又那么直，抓住就直走吗？你抓住它就歪了，很奇怪的。你这样动它就直了，很不奇怪，很奇怪的。因为它有摩擦力嘛，它地面有摩擦力嘛，它会颠来颠去嘛。在方向正确，方法再对，员工再安，你还是要动。微调整很安全，不调整就逼得你啪开车这样，你就知道很安全。哎呀，你就知道差一点撞到，一定差一点撞到才会这样的。老蒋，你在英国开车，那个轮盘下半部你的手可以拿，上半部不行了。英国人看你手放在上面，这是违规的。啊，英国人开车只能这样，他不许你这样。只有咱们中国人一手在这里，一手，这就是中国人敢这样开车，谁敢这样开车？人家都两只手拿得好好，这样，手不能超过上半部，不行，因为那太危险。好，两，来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外国人开车很奇怪，怎么这样子搞的？啊，这样不是更快？当然更快，但是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对安全的概念，我们是明显的不足。这点我要提醒各位，我到很多地方去看到那个空中飞人啊表演什么，其实那都是外国人不许可的，因为观众就在一下，你在那晃晃晃，万一绳子断了，这些不都倒霉，花钱还被压死，压的人不一定会死，被压的人十个八个死了，那到时候找谁？我们对生命的安全，对工作的安全，我们标准还是太低，要提高啊！你上面有什么东西，这里一定要有网住的，否则不要让他表演。那个地板不是很滑，他就在这里表演溜冰，那冲出去谁倒霉？冲出去都他倒霉。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！我们工作的安全要小心，要逐渐的提高他的标准。生命是很可贵的，人家跟你的人都是年轻力壮，都是在生命最精华的时代跟你，你不要辜负人家。找出不安的原因，还要针对这些不安来做比较根本的化解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并不是所有的不安你都要把它化解掉，也不是所有的不安你都可以化解掉，不可能。你让他稍微有点不安，有时候反而是一个激励的能量，反而是人太满足了，他就不求上进，他就不求上进。所以我这里要说明呢，公司不能够有那个升迁的轨道太明显的，不可以，因为大家都挤到同一条路，其他事没有人做就糟糕了。所以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人，中国很多事情不讲清楚，
它是有道理，就一切看着办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说得太清楚，所有人的欲望都挤到那个关卡上面去，其他事情没人做了，还能要做吗？啊，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次那种升迁的原则其实都是变动的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专业人才很重要，我们就会强调专业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专业不是很重要，年资比较重要，经验丰富比较老道，我们就会考虑年资。我们几乎都是综合性的考虑，我们很少单一的标准，我们很少，西方是单一的标准啊，反正大家来比嘛，谁的成绩好就上去了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今天说要考试，考试好的人升迁好不好？很大的后遗症。你看你去打电报，那个人在那干什么？看书。他看什么？要准备考试啊，要升等啊。结果你来打电报，他眼睛看你时候，嘴巴不讲话，眼睛在传神。你早不来晚不来，你这时候来打，你没看到我在看书啊？你不会等别人当班的时候才打，找我麻烦。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，因为他去办业务，他不会升等嘛，他考试好他就升等了。那我最好我当班的时候什么人都不要来，来我就跟他脸色看，我才能专心考试，才不会阻碍自己前程，也很对啊，有什么不对？所以老实讲，你用什么方法，到最后后遗症都是一大堆，你要好好考虑这一点。你说那我专门搞业务，那也糟糕了。他的专门跟客户扯来扯去，那就不长进了嘛。千万记住，不要用单一的标准，那会把人引到很偏的地方去。所以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好几样一起考虑，通盘考虑是很重要的啊。看看他工作认真不认真，看看他有没有责任感，看他有没有不断的求上进，看他人际关系怎么样啊，还看他家庭，有时候还看他家庭，这个怪不怪？因为一个业务人员如果家庭背景不好的话，其实他很容易在外面出乱子，很容易。家庭安定，他的情绪会比较稳定，然后我们给他的使命呢，他比较会专心去做。我们至少要分成三个层次，哪三个呢？第一个，能够做的马上做，不要拖。你总有马上可以做的嘛。比如说员工感觉到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中午啊要跑好远去吃饭，那这公司很容易做吗？就设个食堂让他们自己去管吗？公司千万不要管了，公司一插手管，他就怀疑你赚钱。你们成立一个膳食委员会，你们自己去管，要外包就外包，要自己做就自己做，然后该收多少钱你们自己决定，通通你们决定。甚至于公司把这个燃料费贴给你，也不收租金，供应你所有用具，那就好了吗？记住，能够做的马上做，不要拖，员工才会很积极很乐意的反映出他心里的感觉。否则他觉得讲也没用啊，讲了等于白讲，那何必讲呢？第二个，实在做不到的，你要告诉他，没办法，三年以后，一两年之内，公司让他死心。中文死心也很好商量，非常好商量。你不能骗他，你最好不要骗中国人，因为他很聪明，你骗他，他马上知道。啊，你敷衍他，他也知道，他就不高兴。你要告诉他，你的意见很好，但是我坦白告诉你，有困难。啊，困难在哪里？要解决三年以后。他就死心，一死心他就另外找别的办法，他会退而求其次，这是中国很好商量的地方。第三个就是有一段时间就能解决了，你看不外这三种状况嘛，一种马上可以做的，一种短时间做不到的，一种短时间可以做的，就三种嘛，没有别的。一段时间就能做得到，你给他时间表，你说三个月我们会兑现，这三个月第一个月做什么，第二个月做什么，第三个月就会达到你的指标，忍耐一点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不外乎三种，其中没有一种是说骗他敷衍他，没有，
但是我们经常都是骗他敷衍他，所以闹得员工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大家既然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就是你的理想很好，但是我不是让你失望，而是我们算过三年以后，三年以内我们没有办法做到，那就好了。比如说员工要求说上下班要有车子接送，大家免得挤公车搞得这里精疲力竭，也是很好。但是三年以后我们有这个计划，目前财务不断不了，而且大家住得很分散，我们很难接，早上车人浪费太多时间，我相信大家划不来。他都能理解，为什么不能理解？那能够做的你拖什么？拖就是没有诚意嘛，马上做，一个礼拜就能完成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才能完成的，你就告诉他有这个计划，你们可以看财务也配合好了，那三个月之后完成，没有什么不好商量。不管我们建立共识，不管我们去探讨不安或者消除化解，都要讲究方法，方法适当的话做起来轻松愉快，而且很有效果。我举个例子吧，公司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 logo， 如果要订立一个 logo 怎么办？你有好几条路走，一条就是说请外面的人来，然后替我们设计，我公布就是这个，这是一种。第二个呢，领导自己画，画了半天说这个好就宣布了，第二个。其实这两个都不是好办法，因为员工不认同。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种活动，让全体员工都来参与啊？你首先问大家公司需要不需要 logo， 你先问他需不需要 logo， 让大家发表意见嘛。然后多数人都说不需要，你就暂时不要去定嘛，因为你定也没有用嘛。八九不离十会大家都说需要，怎么不需要呢？你说需要，那怎么办？你问他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告诉你这样那样那样那样，最后他有一个比较大多数意见，就是说大家一起来想。那好，我们就提出3000块钱奖金，然后大家来设计，设计得奖的第一奖2000，第二奖1000，然后第三奖500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只是我们自己员工设计吗？我才不相信。他马上动脑筋，我表弟开设计公司，平常不用白不用，把他叫来，我不是说得奖分你一半，你分他一半，只要1000块钱就买到一个很好的 logo。你请顾问还得了，3万都请不起。所以很多人不会动这些脑，这叫做社会资源，这个叫做社会资源。啊，大家很热闹，啊，那我第一次出来没有好结果，我可以宣布这次没有好的，大家都认为没有好的，下次再来，那越来越精彩。这样出来的东西，你要知道，大家参与的结果，他就会关心。关心的结果他就会认同，认同结果他就很乐意过。你不用规定嘛，你还用规定吗？这就是方法。往往我们认为越快的越没有效果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打搅大家，这个不影响大家工作，为什么不打？只有使大家工作更加奋发，更加有兴趣的事情，为什么说不要打搅大家呢？都是利用公余的时间，也没有人利用上班时间去搞这些东西，而且它会扩大人员的这个发散，啊，各种资源都会进来，对公司绝对有利。能够让大家参与的，尽量开放给大家，让大家有参与感，将来效果它是非常宏大的。如果不能全员开放，你最起码请大家选一个委员会，让这个委员会去做，那实在不行你才外包，才请人家。那请他来了也要让他去跟所有的员工去谈一谈，
而不是说他闭门造车，你跟他两个人决定就算，最后大家都不认同，你等于零。我们讲究方法是安人之道的第四个要领，方法是不固定的，要因人因事因地因物而做不同的选择啊，不能说一套方法到底，那是没有，对人有对人的方法，对物有对物的方法。比如说供应厂商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对付他？其实很简单啊，你公司有个会客室，对不对？你会客室就公布出来嘛，跟本公司的供应厂商来往的厂商有十个，打分数打在这里啊，品质合格的打一个勾，不合格的空白，如期缴货的挂一个勾，价格合理的挂一个勾。我问你效果多大？所有供应厂商都会主动来看，一看那时候觉得很丢脸，他回去就改善了嘛。我没有讲一句话，我一讲什么说？我就是说在那里而已。你要改变你自己改变的，你不用我。然后凡是几个空白的，以后就不来往，就换新的，就一个表格而已。中国人你讲话他不太听的，你表格摆在那里，他一定派人来看。庄滚最怕就是输给别人，我输给他还得了？赶快赶快就好了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，你再怎么样去跟他讲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有太多的方法你可以这样做，但是这套方法对内部是 不管用的，那可以对外部的，对内部不管用。对内部只要你分出高低来啊，受害的是你。你相不相信那个老师只要把成绩公布出来啊，那考低分的人就没有压力。我们考低分老师又不公布，你就有压力，因为你就有机会说我下次考得好来洗刷我这个难看的。一旦公布他反而很愉快啊，哼，我考不及格，就是我考不及格，你才考及格的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考好你就考不及格了，他不在乎了。那个因为他撕破脸的关系，记住，对自己人千万不要撕破脸，千万不要。今天我们夫妻闹离婚就是撕破脸，一撕破脸再也没有那个破镜，很难重圆，很难啊。所以夫妻不能讲清楚，绝对不能讲清楚。你看夫妻只要一犯说来来来，咱们今天晚上说个清楚，第二天就是离婚，一说清楚就离婚。夫妻就是不清不楚才叫夫妻，妻清楚就变路人了嘛，就变路人了。对自己人跟对外人亲疏有别，它不一样啊。自己人你用那种数字考核你要很小心啊，他坏坏坏连三坏以后，他就跟你消极抵抗，他本身已经没有面子的了，他怕你坏坏怎么样嘛？坏，你把我怎么样嘛？你拿这种人是没有办法的。中国人一定要顾虑他的面子，他会改善。一旦撕破脸，他就恼羞成怒。只要中国人恼羞成怒，你是对他一点办法没有。中国人到底是重视过程还是重视结果？两句话，一句话叫做“不以胜败论英雄”。就表示我们不太重视结果，我们比较重视过程。但是另外一句话呢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那又很重视结果。你慢慢去体会，中国人他同时讲不同的话，这很有意思的。我们过程跟结果要并重，要并重。只要你尽了力的，你就什么都不必计较。我觉得中国人的好处就在这里。庄滚只问你有没有尽力，你已经尽力了，那好坏都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没有尽力，那好坏你就要负很大责任。
连孔子都讲尽人事以听天命。老讲一个人的成败啊，固然由自己的努力，大部分是老天在决定的。老天要你成你就成，老天要你败你就败，那不是宿命论吗？那绝不是。你不努力你怎么知道老天是什么意思？老天从来不讲话，你要透过你自己的努力，最后成也是老天让你成的，败也是老天让你败的，你就无愧于心了嘛。我觉得中国这个人生哲学是非常圆满的啊，我所能做的部分我只能决定过程，至于结果我无法决定，那是老天在决定，那不是很愉快吗？所以为什么叫天人合一？就是老天他跟我是合一的。一个人能不能成功谁也不知道，所以你要努力去证明呢。我这就很重要，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证明我们有没有成功的命。有很愉快，谢天谢地，没有很愉快，问心无愧。一个叫谢天谢地，一个叫问心无愧，那就解决了嘛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成功？为什么？你没这个命就算了嘛。可是你不能等啊，等就是对不起自己啊。那你也不必怨啊，怨也没有用。我努力的，自己成败，老天，老天就是时机，老天就是时机，时机对，你很容易成功；时机不对，你再努力也没用。可是我问你，你怎么会赶上这个时机？你怎么会赶上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当一个行业落到极点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但是一般人都看不上这个，哎，那个不行不行。一般人都很喜欢挤热门，一挤热门就挤垮了。人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，不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很多人都是强调喜欢，那喜欢当然好逸恶劳嘛。我应该做的，我不怨不悔。老讲大家都不喜欢做农人的话，那我们吃什么？对不对？各行各业总要有人做啊，大家都一窝蜂挤到哪里去，那人类就惨了。我们现在做的是正本清源，把它恢复真面貌，走上正道，不要走偏道，绝对不要走偏道，一偏就歪了，歪了就迷失方向，就失掉自我，然后就自我毁灭。安人先要安自己，你自己怎么安？第一个，情绪要稳定。好像做一个管理者最要紧情绪要稳定啊，不要自己在那里起伏不定。绝对不能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绝对不可以。这叫公正，这样就叫公正。公正就是合理，但是不可能公平，不要相信那种话。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我们只能做到一样，公正。我很公正，公开要看情况，有的适合公开的，有的不适合公开的，大家才会安。我倒问你，什么东西适合公开，什么东西适合不公开，你告诉我。非常简单，大家没有什么争议的你就公开，大家有争议有争论的，个人看法不一样，你就不公开，你为什么要公开？这个标准很容易定。我公开讲这句话，大家会怀疑，会使某人受害，那我何必公开？你看很多人一公开讲一句话，引起各界的不安，然后议论纷纷，那你讲这话干嘛？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讲话他一定讲求四平八稳，就这个道理。当我这句话讲出去，大家不会有猜疑，不会有不安，不会有什么很强烈的反弹，说我就公开说啊，我怕什么？我想我们这次啊，大致上是把安人啊弄清楚了。我们很重视效果，但是我们非常重视过程，我们更重视源头。我们是全面品管，中文就叫全面品管啊，不是单一品管，不是，从头到尾都要整个照顾好，只要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好。所以我们用四个字来
做一个总结，叫做慎始善终。做一个人要慎始，要善终。开一家公司，慎始善终，谨慎的慎啊，善就是好、合理，有始必有终嘛。刚开始要很谨慎，最后只要合理，你就心安理得。谢谢。